我只要看到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说来可以放人哦。好，卫生间闪电灯打火机。烦哦。来剪刀石头布，看谁要第一个。所以我也要。叶翔，谢谢。我也要下台那个吗？你可以下台啊。这两个叶翔没上来。你有没有？不要，你们两个来一组。没有。你要知道，我会陪着你们走。一个人走，你会故意闪掉我了。一个人，我就知道，然后控制音量啊。你们刚刚都上去过了，是吧？对，你们来干嘛？我们来探险，我们来探险。我开个灯。哎，你知道哪里可以修这个？那是什么？耳机吗 ？Apple 啊。啊。就是 Apple 啊。为什么会坏掉？它就是 Apple 的话，就是要送。我的右耳故障了，然后它放了，然后就会自动没电。那等下就变成我是最后一个上去哦。你一定是第一个。果然。我们今天来干嘛呢？提到一半而已就开始。来看一下。好，然后后面。我想跟你借这个比较亮。我先跟三层独立讲，然后讲完以后再，然后在三层独立那顶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跑。吓死他！他很像我。然后在顶所有重兄弟的时候，边顶怎么样？这来了好多，我们那个还没啦，还没等阿爸到，阿爸到了，第三个，来第二个，我先比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排好，我们看六选手，二号选手，三号选手，四号选手，五号，六号，七号半，十一个啦，你也敢去哦？我根本不知道，那你还要回去了吗？那你们两个一起去。有绿灯，那个有绿灯，不用开手那个手电筒的。我是警也是一个。师警要不要给他人找人陪啊？对啊，师警他。师警跟佩云好了。好吗？师警跟佩云。不行。我是最后一个。我们两个。那你还是想要走最后跟小车？师警更不好了，美云不行，美云一定要自己一个人走。小车也要一个人走了，不要走了。啊，师警，你跟张妹走了。师姐跟张妹啊。师姐跟张妹啊。走中间。师姐跟张妹啊。不行，张妹。那师姐怎么办？收到。只要开灯了。那是公主已经看到阿杰走上去，所以还没到。大概五分钟左右。你还可以跟别人聊天哦。没有。
我拍一下我就走了。下一站飞碟屋，可以飞碟屋也可以淡水啊。恐怖吗？没有很恐怖哎、欸，这里不够黑。那开个灯。可我刚刚有疑似听到阿北的声音。嗯。在右边，你有听到吗？我现在头有点小痛。我是还好。是吗？嗯，我刚刚是嗯、有点亮、哦。他那边叫看后面，看后面，我还抱我后面的人，我找他好像有脚步声还是什么，然后我又不敢回头。嗯。胆、啊、小鬼，然后我还是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靠，这大师怎么在我后面？我也是觉得。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；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我们影片到此结束。